呢度啦就系 Oakland 啦。如果我话俾你知，有一个新嘅项目比同区卖紧仲平过三十八先，你想知道冇？今日咧我就带你睇 Oakland 三房两厕最火爆、最低密度嘅新项目。买房地产最紧要系地点靓，你宁愿咧喺市中心出边塞车一粒钟入嚟吉隆坡，定喺吉隆坡市中心入边十个半粒钟咧？呢度嘅地点咧系连接 MPE、Federal Highway、贾安布中同埋南北大道嘅，一出路口就到 Highway 啦，唔使我多讲啊，朋友叫你饮酒啊，即刻即到啊！加上呢个系低密度、强调私隐、有多重某 detail 嘅保安系统。令你买得更安心，加上楼下咧有超级便利店就喺你左近，你仲惊忘记买豉油咩？楼下一个白灯，你就可以买啦。讲到呢度啦，近年嚟咧喺 Oakland 咧真系揾唔到咁嘅价钱啦。咁呢个项目咧啱啱开卖几个月啫。如果有兴趣嘅朋友，即刻马上喺留言区嗰度写住 Oakland， 咁我会 send 你 email 出啦。我系 Jason。专门介绍你最靓、最新、最 update 嘅 property。